我是刘凯西。回光奏鸣曲是一部描写女性情欲与孤寂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。那是更年期了。可是我现在才45岁。啊，还有比你更早的啦。金奖摄影师钱翔首次执导探索女人的情欲与孤寂。她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，她就会发现说所有人都离开她，那个时候的一个孤独感，还有一个对自己的没有自信。但是钱翔居然把她拍出来了，而且是这么细腻的去拍摄，对某些女生而言可能会觉得那是一种恐怖片。钱翔与东明相精彩对手戏写实演绎情欲纠葛。他代表那个陈湘琪饰演这个角色林子，他的一个情欲。陈湘琪拿着一个小白兔的毛巾，不停的擦拭梁世军的胸膛的时候，这个大概是我这几年看过最情色的一场戏了。异想世界本周为您分享导演钱翔的《回光奏鸣曲》，10月3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